在拍戏里头训练自己，你还训练冷了五年，你还是谁？你以为这五年的人还记得你吗？就是我放弃了之前所有的短视频的市场，我把它放下了，我只身前往北京，我从表演基础开始学。你在受欢迎嘛？你为什么不办公读呢？一开始在拍这个时候，你就想坐这个位置，到你得到的时候你离开，你应该从这里找一个新的方向，你要超越我们拍电影的人。我非常支持王大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中国电影太贵了，两三个亿去拍个电影，有这么多电影呢，网上就给机会给新人吗？现在再出来一个短视频是什么？就是给新人的机会啊！你在这里出来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躲到那边去啊？其实你是跟我们没分别的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有东西去拍，你不在拍戏里头训练自己，你还训练冷了五年，你还是谁？你以为这五年的人还记得你吗？